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事。林雷文讲的拢无唔对，无当你是要定性啥啦哈？这话是古在人讲的，这不是林雷文这人讲了准算嘛？不，你改讲，你莫改讲，听记者你莫来应付，嗯？想想无，你是要一直要找这林丽云的麻烦，无差不多在外面一直咧去看官的，一直咧替你纠票，不得你即款，你是咧补啥啊？光头，这里放心啦，你讲拄啊丽云，你自头到尾拢无讲着安琪的代志，对不？安琪那边我就来个安大者，我有想起我下午我到个安大个真好势，俺就无代志啊，对不？因就无咱法啦。上好是安尼啦吼，你讲你别听好清楚，我伫个你这已经开党分类了，这边选举确实可能是选无掉，是因为查某的关系才选无掉，我不跟你骗，我绝对给你等海底试刷伊，我跟你讲过啊，唔是那个咪试看卖，你要去找刘安琴，上好想好清楚，这件代志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收背，有听无？看，拄只个记者甲丽芬安问甲安尼啊，啊丽芬嘛是毋肯甲你个代志讲出来，伊就是无想要伤害你啊。自头到尾，伊会去互朋友食甲死死，拢是伊受过善良个啦。伊到即马，佫继续伫各路东各路西，我看黄大伟即条选择哦，是变想要拍赢。无得讲哦，妈个想法是有较自私啦，啊毋过。既然人离婚哦，都坚持无要伤害你，无要把你的代志讲出来，啊，你也莫去遐麻烦，无时间吼，你都阁受着伤害呢，哈。妈，你放心，林离婚无在头对付皮健吼，啊，不过我一定有办法。妈呀，你啦，妈真是足无希望你甲皮健吼哦，阁有任何交叉啦。你家己想看咧，自你搁再甲皮健吼见面到即阵，发生过这代志。婚姻失败，囡仔嘛无去啊！那像伊迄款人哦，较歹甲伊见面，较歹甲伊做伙有较好啦。那安尼过去，伊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是要找上头。啊，过去过去就甲放互过去啊嘛，这是咱的命，计较袂赢，煞煞去啦吼。无可能，我一定要回去来报伊。安琪，妈你放心，我会好保护我家己。我唔若要让平建宏伫个事业上，啊，个伊名声拢败了了，甚至我要阁让伊永远爬袂起来。安琪，我先上班了。你这个囡阿姨，你来啦！哎，隔壁，我从头拄啊列出来，底看完记者会，我心内就足袂放心的，就赶紧赶过来找你啦啦。丽芬啊，我头拄啊，你是安怎歪规矩的代志讲个清楚，啊，让迄记者去访问刘安琪。啊，那安尼，大家哪有法度彻底了解皮建宏的为人？啊，佫再讲啦，这件代志若是暗藏落来。伊也毋是予大家去猜疑的。谢丽芬，其实我嘛最想要问你的，平建宏甲刘安琪过去，你拄只啥人袂讲？还是讲你有其他的目的？我无其他的目的啊，我只是无想要阁伤害刘安琪。你哪会这么讲啦？刘安琪过去为着要抢平建宏，伊是安怎伤害你的？伊完全无顾虑到你的感受。你即摆搁替伊想，我这要创啥？刘安琪受到皮建宏伤害，已经真深了，甚至连家己的囡仔嘛无去。伊所受的打击已经有够大，所以我无想要搁解救你来这个社会啊。也毋过你因为要保护安琪，你就有可能伤害到你家己呢。我袂要紧啊，我出面只是想要把事实讲出来，
无想要再去伤害其他的人。哎，是啦，恁大家莫阁怪丽芬啊啦，我介意丽芬，就是介意伊的善良。既然即马咱都已经开记者会啊，啊代志嘛讲清楚啊，恁大家莫阁另有压力啊。大伟，我当然嘛知影你甲丽芬拢真善良，啊，不过头拄仔恁爸爸足生气的，伊去丽芬是安怎歹甲代志讲个清楚？惊讲批假方伊会利用这点，佮继续来制造是非，安尼去影响到你的选情。批假方这不值啊！咱记者有才拄开完尔，伊就咧同你讲啊，讲你是破坏婚姻第三者，离婚哦，唔止安尼唔业业啊。离婚，拄着啥子你袂讲我清楚咧？好啦。这件代志到这为止，以后莫阁讲。这件代志若无讲个清楚，这场选举会真歹判呢。袂要紧，至少咱有出面解释过啊。我相信有一挂乡亲应该改变对我的看法。就替你代班尔，好啦，拜拜。徐医师，哎，谢谢。你刚是感谢你甲我斗相共，啊若无，我爸一定唔肯去美国治疗。我知影你身体还袂好，所以我才会甲你配合的啊。啊对啊，萱萱，我伫考虑是毋是甲恁做伙来去美国，因为安尼我才放心。嗯，唔免遐尼麻烦啊。啊！我之前拜托你替我联络美国那边，已经真感谢你啊！哪会当够你陪我做伙去啊？徐氏，啊，所来代志，我家己会处理，你免遐尼麻烦啊！你真正免跟我客气啊！非得我本来想要出国去行行的，而且我若伫遐，我嘛会使直接甲美国那边医生做一个沟通，安尼对阿爸治疗嘛较有帮助啊。嗯，徐氏，我真正无想要欠你这个人情。因为我已经跟王家伟搁做伙啊。徐师，真歹势啦！你之前跟我斗相共这么多，啊，不过我无法度害你这个林姐。无要紧啦，我跟恁斗相共，不是因为要跟恁换什么条件，这拢是我家己愿意的，别开心过来。啊，不过徐师。若真正把我当作是朋友，就莫阁讲遐尼多啊！啊，对啊，这是美国那边短期租住公寓的迄个资料。阿爸甲阿母去美国住，毋是两三礼拜就才回来啊。啊，若直直住饭店，嘛毋是办法。所以我倒去 internet 找一寡资料，若明天回去会记摕阿爸甲阿母小看一下，看决定倒一间，我就会使帮恁订啊。多谢你，徐医师。啊，不过我无法度回报你的感情，真就是嘞。萱萱，感情的代志，本来就是要勉强的。我承认，头拄仔听到你甲王佳慧和好以后，我真羡慕。啊，不过看到你会使欢喜幸福，我会祝福你的。多谢徐医师的祝福。你身边讲说多谢，春光阿爸阿母未反对恁两个做伙，我当然甲恁祝福。啊，不过在咱进前，我想要甲你讲，我对伊也是袂放弃的。好啦，我该甲主任开会，我先来去无影啊。啊，你敢不爱在房间睏哈？哦，我想要等萱萱啊，啊想要哦，该困几句话，才当放心去睏啊。
你要困啊？爸，你还要袂困啊？恁爸讲吼，专工要等你回来，也袂甲你讲几句话，伊才放心入去困。爸，你也唔免等我啦，啊时间若到就去困，安尼对身体较好。嗯，啊，想着要晓我回来。嗯，哎，今日去倒位啊？有好事无？ 无啦，我都去西街，啊后来去便宜，摕到小台本。对啦，爸妈，这是徐医师天然锤短期出租公寓的资料。阿姨讲哦，咱去美国的时间较久，住这种所在，几多平大较少。哎，袂歹呢，真啊，看卖。好，那徐医师人这拢天然上好。嗯。伊人哦，真正是足好诶，啊做代志阁认真。 薛啦，啊，你讲起来，你即马应该甲徐医师真熟啊吼。啊，伊敢有甲你讲，伊厝内底是伫咧创啥？啊，有几个兄弟姊妹，啊是倒位人哈？妈，我甲伊只是同事尔，伊哪有可能甲我讲这啊？嗯。啊，伊若无讲，你敢袂晓问？我为啥物爱问？啊，即马你甲徐医师毋是？你想伤多啊啦？啊，我过两工爱交报告，我先来房间。晚安。 晚安哈，晚安哈。你也看咱萱萱啦，啊明明就知影徐医师伫咧介意，啊一间门哦歹势啊，我来入去房间。哎，我本来想讲哦，你陪我去美国几多啦，啊看老萱萱家己伫厝内，安尼我袂放心咧。啊，不过即马哦，徐医师在关心咱萱萱，安尼就没办法啊。 我嘛是希望吼，咱萱萱甲徐医师因两人有缘，啊，希望这段感情哦，会用安尼继续行落去。 安排个总干事个，哎，我干过来，哎，总干事，哎，干过来啦，请客，太乖，太乖，太乖，先来叫调，先来叫调，多谢多谢，我已经办成了，准备来收，我已经已经等几波呢，啊，内面拢处理好势，超好势，你不看，我这场面哦，我这上面边机啊，那个安排的这场面看起来应该袂老贵啦，哈，伊个巧。 不要跟姐姐起啊个差价哩啦啊！就伊啊个差价，表示讲人气真浓啦。这选举无师傅用钱，都有买头，但是这只咱无买用，咱凭实力做事，气质真重要。放心，那陪当来选调哦，绝对有你好处啦。哎呦，我讲你现在讲起来，今仔哦，卖讲是看你面子啦。这建龙哦，看起来哦，哎，伊是阮查囝小姐嘞，啊，今嘛伫选举当个车牌中间。 我唔听你话，要停车啊，对无？真个啊，多谢你。哎呦，客气啦，免客气啦，啊，不过我爱去哦。等当你若真正当选就对哦，唔但袂记我这总干事哦。亲家，这你放心啦哦，只要我若选掉，看你的什么款的要求，我绝对拢配合你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即马真正，刚要听这句话尔啦。知影你心内咧想啥啦？ 办公室助理呢，有咧做啦。啊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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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好，小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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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拜了，拜了，拜了，好，拜了，拜了，好，看我加一点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哎，阿伯，等我咧拜嘛，你来才创啊！你当作我咧拜你哦。我敢不？我你无需要提个自己来咧，今天讲话你倒是。阿转啦，阿伯啦，我敢话，我是讲哦，啊，参一馆场面哦，你有看啊哈？我无话你讲，你都包当我的形象，绝对特当的啦。哎，
我是这菜市内面的总干事呢，我吼话嘴会坚当的啦，套动绝对无问题。那你真厉害了哈！是我这票呢就开出来，我看你到底有偌济面子啊！哈，安啦安啦，绝对无问题，你相信我，绝对无问题哈！哎，吴刚队，来，哎，请请请请，啊！哎，拜托拜托，咱哦绝对哦，哎，将这新鲜的一票，来个转给白金龙，好唔好啊？啊，拜托啦，拜托拜托拜托。这个白金龙哦，那讲真是都当选做议员哦，我以后真正冒死啊我！反正哦，用你后去的办公室做主任嘛，我。托你讲白啊，啊，你着保庇哦，啊，保庇哦，绝对哦，偏见拢调，伊若调着对哦，吼，我油水哦，着加足我呀，拜托，你着保庇，一定要调吼，啊，拜托，拜托，啊，拜托，拜托。总干事啊，安怎啦哈？咱敢真正要选这个候选人？阿贤啊，敢有啥物问题哦啦？听讲哦，这个偏见红哦。放母放囝，离过两百分的，这款人敢会当选？阿姐，哈哟，当你嘛拜托的，咱选的议员是要选讲会当替咱做代志的。你也管在离过几百分，娶过几个某，话讲到转来啦，人伊有法度安尼一个换过一个，啊，迄嘛是人的本事啊。但是大家拢讲吼，像这款无情无义的人吼，后边若去有选掉，一定船过水无痕，袂阁插咱啊啦。阿姐。哎呀，迄无影无事只个代志哦，你莫咧乌白讲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即个偏见哦是阮查某囝小叔啊啦。讲起啊歹听咧哦，伊哦脚底哦几支毛哦，我是比啥物人我搁较清楚啦。因为恁着听我的，恁票哦转互伊，只要伊若调着对哦，伊哦对咱即个菜市哦，伊绝对会甲咱照顾的啦。嗯，啊伊是要咱照顾？对啊对啊，伊是要咱照顾。啊姐哦，啊姐。我跟你讲啦，恁的这票哦，那转互伊就对啦哦。啊，恁是这一年来伫这菜市啊这管理位哦，啊我才发到啦，我才发到倒好啦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哎呦，啊当我是总干事哦，我敢袂用讲安尼凊彩讲讲的哦。啊，刷落去我即马哦嘛转用感哦，甲恁挂保证啦。恁都听我的就无唔对啦，转互伊啦。你那有听到吼？到时阵若无认销，咱就找伊哦。哈，安啦安啦。就只要偏见拢若调就对了，啥物问题拢总无啦。哎，啊，等你骂我拜托的，啊，等伊即摆咧拜票拜到对头前去啊，那嘛安尼赶紧转来后壁甲倒邮票，啊，甲草号留咧者，拜托见见，甲倒换者倒换者。来来来，安静些，好，谢谢。拜托拜托，啊，求大家咧心上一票，啊，我咧见见见，好，啊，这小人做代志哦，好漂亮，好，啊，你两只猫就对了，谢谢，好，对咱这所在，对咱客户啊，啊，咱绝对放手吼。多谢，好。有帮助啊！你敢知影讲哦？我安尼哦，为着要做成哦，我安尼费偌济功夫哦，真无简单哦。甲遐人安尼规个拢做安尼较苦啊，你知？他你不是讲你安尼话嘴会跟当站开会抵挡？做这个代志有需要费啊，大个心的安尼苦话来。啊，你唔讲真简单的代志，安尼讲啊遐尼困难啊！啊！无啦，唔是啦，你爱怎样？人大家哦，拢伫咧做生意哦，啊嘛安尼做无用的啦。啊，你叫人安尼工过，讲安尼放下去哦，啊，对咧等咱后壁安尼，甲咱拍波啊，甲咱斗做些，到较尾啊，迄张票佫转互咱。咱讲起来讲，咱是毋是应该有人坐行路讲，对无？你讲对无？我安尼是无毋对啦吼。不过我会记得这个恁查某囝，敢若佮建宏是亲戚嘛吼，算起来拢一家代。够需要跟你计较，谢清哥啊，真多谢你安尼哦，你也收听呢。无咯无咯，这亲情安尼归亲情啦吼，啊我安尼替你安尼走总安尼联络东联络西哦，我卖跟你计较哦，迄是袂要紧啦。啊总是哦，你明个讲，给我安尼搁倒贴钱哦来替你一个邮票嘛，对无？你最好放心啦，这对你也听得到。你开一个条件，看你要安怎，做你尽量讲，袂让你吃亏。讲啊，无这，歹势啦，我唔是讲我人安尼古蛮，是讲我搞怪啦。迄时安尼哦，拄只哦，安尼听足济人哦，啊安尼一直哦，啊伫咧批评建龙啦，讲啥物哦，伊安尼离过两百分啊啦，哈。啊，参像一款安尼，遐尔无情无义的查甫囝哦，啊，若真正互伊当选着，死到桥过哦，含迄个桥帮煞拆掠去。啊，亲家，你有替我甲因安尼解释一下无啊？
你也甲因讲啊，你也讲啊，我若动算了，这大家拢有好处。啊，讲的无效啦，我讲啊，咱讲实在啦，人若无咧管在讲，互你娶几个某啦。当然哦，因即马认的哦，是认你迄四个小朋友尔啦，对无？啊，讲到尾啊，我嘛无法度，我就算替你开张支票出去啊啦。啊，开支票？你是开什么支票？嗯，啊，我就开讲，若真正转互你，啊，着迄一年来迄个管理费哦，我就无要甲收啦。哦，啊，这支票哦，虽然我是讲安尼替你开出去啊，咱讲一个歹听的啦，是搞你若当选着无，啊，好康是你啦，啊，我也无啥物好处啦，啊，是搞哦，迄条钱哦，你心难放咧，我难呢。无啦，我那无恁若是讲唔甘开这条钱哦，无，啊无我等下就走来甲因大家讲啦吼，啊，啊是搞若投票一天哦，啊票若讲开袂出来。我也是先甲恁讲的哦，恁时到时莫怪你我遮来哦，吼，吼。嗯嗯嗯嗯。啊，你做你放心啦，哈。莫讲一年的管理费啦，就算讲十年的管理费，我照常挺得到。也毋过无论如何，这票还是开出来，千万唔当我失望。假使讲若无我失望，你做这阵放心，袂有你吃亏啦，吼。也毋过这安尼都。无打针嘛是个安怎？嗯，亲家，哎，都拢照你的意思哦。大公，你有啥问题呢？啊，实在讲，我是无啥物问题啦。我哪有啥物问题啦？我伊讲哦，要搁等下安尼开出来哦，再讲是有较久有较慢啊啦。啊，恁咧选举的竞选总部，毋是有一条迄个竞选经费伫咧？啊，我是咧想讲看恁哦，会当安尼哦，先安尼摕一条啊吼，啊来赞助阮这企业来这委员会这安尼时间，我替恁做代志哦，嘛较袂有人讲话安尼啦。真放心啊，过两工啊，我会叫人挂一卡皮箱送来你家给你啊。他讲我是牛高大哦，你卡来行开，你卡啥哩？来，你家小弟。懂了。你甲恁爸听好清楚哈。你即卖所有开出来条件，我拢答应你。死狗，你只票，卡是讲若是开出来有减一张，我真失望的时阵，我无甲你骗，我牛刚王绝对连本带利。做一遍人套上来，唔是那个买试看卖，有听诶？嗯？袂啦，这，你放心啦，啊，你真是袂相信我。我摕我诶资料你看啦，哈。我啊，甲你讲，我吼伫这总干事哦，安尼啊做几落年，咱一年过一年啊，做几落年啊。我吼伫这菜市啊内面哦，真正化水诶简单啦。啊，你若，啊，我为着我袂讲煞，你来走伊啦。啊，是。是讲，到时候我著甲他们小猫去顶头甲做一下卡手哦。这声我真正冒死啊我。大，进来开车。哦。白大爷。嗯。建宏，你即摆有看到啦吼？我甲所有场面拢做好你啊，出钱搁出力。尽全力咧甲你扶选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这边哦，唔当我失望啊！即马刷咧，拢靠你家己啊！用心嘛，我一定会赢。哎呦，唔当遐个轻敌，唔当想过大意哦。事后也要叫我报个数哦。你也知影，即马林美文跳出来开这个记者会，对你伤害原来不哩啊大呢。王大，你放心啊，我已经私底下有咧进行。我有叫几个记者写对林美文不利的报道。只要黄道也卖出来安尼哦，甲拍口水战，我相信伊是无可能赢我。真正遐尼有自信，你唔惊因家己以前所做歹代志拢好好做诶？我咧无咧惊咧，只要伊卖甲刘安琪诶代志讲出来，我相信这对我是无影响啦。死狗，我再出来叫一下可怜者，我相信选民啊，你要写同情。你讲啊，你是有理的，也不过你即摆考虑到一点哦。假使讲死到对方就是拍刘安琪这个牌，我能知影讲刘安琪就是第三者。反正因为这样，
怎么规拢变盘去了？嗯，吴刚大个，这你放心啦。我唔是第一天甲伊熟识啊，我就是知讲伊绝对袂安尼做，所以我才甲他拍这几摆。万一伊若是真正安尼做，嘛袂要紧。这个代志已经过啊，就算伊讲出来，我相信嘛无人会相信伊的话。除非你即马讲除非的意思是安怎？除非刘安琪家己跳出来讲哦，我确实有做这件代志，那你我来问死。这你放心，我问迄刘安琪，刘安琪对你算起这件代志，敢那无啥想要插门。伊即马无想要插，无代表讲伊以后袂甲这件代志讲出来。即马这黄道伟甲林内，我是一点仔都袂烦恼。是这刘安琪，对我来讲，伊亲像一个不定时炸弹。不定时炸弹哦，讲安尼嘛是有理啦。那咱一日干唔当咱提心吊胆嘛，毋是办法。今仔这黄道伟拍刘安琪真歹，我规气安尼，咱先下手，先下手为强。嗯，那你看是安怎做？啊！这刘安琪这么跟他玩手，结果遐尼深嘞，伊哪有可能跟他配合？无试看卖，你哪会知？咱即摆来刘安琪遐，把这个代志当面啊敲清楚，嗯，说明。呀！丽芬，你安尼无甲话讲好清楚，等下有偏见方逮到机会，甲你抹黑，袂用的啦。我得要想办法，绝对袂用让平景宏动算。什么代志？老律师，王道署长甲裴先生要去，请伊入来。请进来。哎，老律师，太侪跟你交流。道署长，哎，你来我真欢喜。啊，唔过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这无事不定三宝殿啦，吼。有代志要来跟伊参详，恁先坐落来看看讲。来来来，坐坐。阿姐，你搁咧生气啊？你今日来有啥物问题？敢讲你搁希望我把我的票投害死我后生的人？哎，老秘书，千万唔通误会哦。哎，我相信讲大家拢无希望迄个意外来发生啦。啊，今日咱卖讲迄，迄伤心的代志过去就过去啊。我一个民主，咱今日来参详的是真重要的代志。好，哎，坐了快快讲来，来，建龙，建龙，来，小坐小坐。六吧六吧，你看那老秘书看着你，辛苦给阿伯了。哟，张处长。啊。你有啥物话就紧讲，我真无意。好，啥物话我直破吼。即马代志是安尼啦，即个咱个白建宏，建宏即马要出来选一个县议员啦。哦，伊即马要选一个议员，我无甲你骗，行到倒个四界，大家都骗议员，骗议员，咧叫到足顺口，而且更加袂输敢若真正通算共款。所以咧，希望讲即个老律师哦，确实讲，你若会使跳出来倒小听啦，我相信讲建宏即边要选掉，绝对是安尼。笨蛋蛋的。照你安尼讲，伊即马声势遮尔啊好，啊，佮有当时对你全力收听，那安尼我是毋是有听伊，敢有差别？哦，当然嘛是有差别，来差真多哦。嘿嘿，袂平安尼讲，无毋对啦。虽然讲这个建堂以前啊做过真个丧尽天良啊，对不起真侪人个代志，尤其是对不起你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伊对你真正心心相印，希望你会使原谅伊，尤其即马。伊要选一个议员，你看你的形象，你大力输了。要形象有形象，要专业有专业。假使讲你也跳出来讲一句话，比阮讲十句话更加有效。董事长，你去往今仔袂记你讲上重要一点，我是裴建宏的情妇，我若是愿意出面替讲几句好话，就当洗清伊放母放仔无情无义的罪名。裴建宏，你想要利用查某人对付查某人对无？老律师嘛，你是才有够巧的吼，小点者你就随知啊。建龙啊，虽然讲这老律师知影讲你心内到底咧想啥，
你莫白，我坐在那点点点点，你莫白啊！啊，你莫少开嘴，就讲话者，你若无讲，谁来你？你的生意到底是啥嘞？嗯，安是啥呀？妈妈咪，我是安怎要和你利用？就说跟你动算呐，跟我什么关系？安是，我是真正想要出来，为咱乡亲啊做一寡代志。 所以我才想要选议员呐。八卦杂志顶面讲遐八卦消息啊，那无一定跟我有关系啊。跟你无关系，跟啥有关系？啊，刚刚是当时长放消息给记者，叫人去翕黄大伟，跟你有关系啊？对。一挂生理电话奥博士，拢互你摕去竞选呐。平建宏，就算讲你真正当选，也免换欢喜。安怎？无要支持的。 无要支持嘛吼，讲完就无法去拍听。你无想要听就离开啊！我早就讲过，我无想要北京。对对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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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误会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这件代志，嘛，不是讲完全跟政治有关的啦。我是感觉讲，卡斯讲那是建龙来动算哦，对咱公司有真大的好处。但不过歹势，我无想要跟你同流合污。哎哎哎！ 安琪，这不是同流合污啦，只有说同心协力啊，创造双赢。你看你啊，还袂当选，对学人讲政治语言哦。咱两个人哪有可能会当相赢？好啊，你若真正当选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阿姐，我知影讲你对我真袂谅解哦，我知影讲我亏欠你真多。 我即摆是真正想要安尼好好来弥补你，我是希望讲啊，你莫阁怀疑我的性命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老李叔啊，你真正莫阁怀疑这个建龙的性命吼。我听啊，当他们家邓金刚挂保证，卡叔讲建龙动算以后，若无照讲照行，你放心，我绝对甲电话条，我就会找伊算账。好，啊，是讲这话阁讲到转来啦。 虽然讲这林丽芬这么开这个记者会拢无去讲道理，无唔对，要唔过你也知影，这个新闻就发出去以后，记者对这个新闻一直个录，一直个录。而且，所有人拢知影讲这个建龙离过两边的婚，你家己也想看卖，这记者是毋早班，早来才找你。反正这个记者就在楼骹咧等啊，你着。<笑>啊，是啦，阿姐，这哦一定是黄大伟的阴谋。 因都是超工咧放一挂消息，然后记者去乌这个新闻啊。而且，我是唔通看到记者家己低调调，我想讲大家来参详者。哎，对了，你嘛了解啊，当初是这个平建会的你吼，来个林美芬离婚，而且佮放弃这个监护权，你家己想看卖，即马记者一直咧聊，看到底上底第三者，啊，这真紧。 了来你家，是搞得话传出去实在有够歹听的歹听哦，对吧？安琪，我感觉哦，你上好伫这记者爆料之前啊，啊，你就出来开一个说明会哦，我是感觉安尼较好。 我查讲，爱你安尼做，可能是真为难啊。不过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想，你安尼做，其实是在保护你家己。无唔对，无唔对，那你说，这个计量讲了无唔对，真正在保护你家己，你家己想看卖。这叫我们动算咯，唔是干来插钱赚尔，而且对咱公司嘛真大好处。对，对咱有好处，对，等于对你有好处。 大家啉汤，大家食饱，你唔真好，嗯？阿姐，你无信任我袂要紧啊，我即马牛肝都拢挂保证啊吼，我想你应该会相信我啊。搁再讲啦，我这个疑问嘛，只是一个安尼假的啊啦，我若要做什么决定，嘛是要看恁的意思在里面。阿姐，你看你有什么顾虑，还是什么条件吼？ 你用做你讲出来，我来做到你满意。
好啦，我着阁相信你一届，因为我无想要甲林丽芬同款，互人逼甲走无路啊，才出来开记者会。哎，对，我有规矩安尼啦，咱先开记者会，先开先赢，甲因找脱掉，脱到死，互因无多阁插这个话题，安尼好无？唔免啦，我写一份声明稿就用个。 声明稿，你无出面讲，安尼敢袂用诶。放心，我要安尼做，我家己有分寸。我连好破阿恁诶选择，甲裴建宏工作是一个真有金甲头、真有责任感诶查甫人。我甲伊诶离婚，迄是因为个性袂合，无想着想唔着。是，我着欣赏你这个性，你有看着？我着甲你讲过，对无？ 跟阿老律师合作，无需要跋心机，有甚物话坦白讲。即马人完全配合，你也好好甲细讨一下，知影无？啊，我知。心心相印哦，哦。哎，老律师，我相信哦，恁真侪话要讲啊，我卖点仔在跟交叉，我先出来，好，我等下留下等你哈，老律师先告辞哈。嗯。 我想要甲讲，你愿意听我嘞？我真正毋知要讲啥。你误会啊，我毋是听你，我是听王国讲，听阮家己公司。不管你听啥哦，你这份情我会放心内。阿姐，你放心啦，等我选掉伊完了后，我也袂让你后悔你今日所做的决定啊。对啦，阿你声明稿当时会用送出去啊？明仔载。 我来手底林丽芬甲黄大伟进前，多谢你，我先来走。别人拢无你的法，咱呢就好我来对付你。我绝对要替查某人出一口气，互你知影我无遮尔好欺负。 你找我？刁伟，呀，临时阁有车线，爱你走一下。来，你下晡3点了，送到这所在。头家，我刚刚才问一下，毋知即个是啥物货啊？啊，你会晓叫我头家？啊，讲讲我叫你再会，但啥物物件都爱甲你报告啊？头家，你莫误会，我毋是即个意思啦。啊，只是吼，最近即款。 临时安排车线吼，我走了足侪逝，感觉有淡薄仔忝。我是毋是会当走正常一点好啊？唔爱，啊正常拢安排临时车线互你走，迄拢嘛算加班费呢。哎，啊你毋是真需要钱？啊，话是安尼讲无毋对啦。啊，只是吼，我即阵仔走落来，我是感觉怪怪呢。我毋管你是毋是安怎想啦，无就安怎你就爱甲我走。哎，钱你甲退去安尼，无走袂用哩。 头家，我即阵的钱还袂摕啊！哎，啊，进前迄200万毋是钱哦。这，嘉伟，你也听我详细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爱走。啊，你若是毋走嘞，迄200万摕来。头家，你这明明就是甲我刁难嘛！你就知影讲，我即马就无能力，会当用你钱啊！啊，那你就较巴结嘞。我，嘉伟，你爱想我详细哦。 进前你当需要钱的时阵呢，我无第一句话，我就主动摕200万借你啊。迄就是因为我欣赏你，做人骨力，信用可靠。也毋过呢，做人，得爱知影，食人一口，骗人一斗。其实我无要求你啥，干那爱你加替我走几转，啊你趁较济钱，甲迄200万多还我。啊你钱就还我了后，以后我就袂阁逼你，敢毋是？ 头家，我跟你陈兄姐好不好？这件代志，咱讲另外想办法。哎哎，我拄则讲遐济，你拢听无？去啦，我。
美国，嘛无法度搁摕转来乡头家啊。我也是先甲这撮走了，以后才找机会甲头家参详好啊。派一车，把这物件载上去做进步的。是。啊，搁有留一挂人落来哦，伊路口零件，查啊真少个载无。头前那拢是警察，敢是我想冤家，物件已经叫警察查着啊。来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。